今天带你们去逛夜市，离我地铁就6站，让我们走吧。没戴眼镜。下地铁了，这里还挺热闹的。6站地铁，坐了我快半个多小时。那里还有一家大润发。今天看到那这里还有炸串。你好，想要一份小份的、辣椒要吗？微辣。葱花香菜来一点。都要，谢谢。8块。啊，别别。说起八道叫8元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我想要一份鲜肉小笼。小笼吗？打包。打包，9块是吧？说起八道账，9元。够了，谢谢。哇，这么多。谢谢。不过来，要一个蛋堡。要不要辣椒？要微辣的。这个。就拿这个吧。就拿这个哈。好。行，这也是高手。说起八道酱，7元。好，谢谢。来一个。要一根烤肠。这要什么推？香辣甜辣的吧。这年糕吗？有。很明显是啊。多少钱一个？3块一根。来二根，再。现在吃。打包，谢谢。老板，你这夜市还有这么多这个品。沉浸式制作烤苕皮，自从在重庆吃到第一次就念念不忘。看到了这个，你好，我想要一小份的，真的是吗？你打包，谢谢。我要一份10份的。这夜市真的解我馋。正高，我下次来。跳下来，哇，有好多好多东西吃啊！这一堆，还又点一碗牛肉粉丝汤。这一份是个糖油粑粑，这一份10块钱，我被坑了吧？就只有甜和硬了，虽然我自己没有立刻吃。我买到了贵州的糯米饭，
这一个是10块钱，一个大半球，哇，我先咬一口，嗯，没有。热乎乎的糯米是那种有嚼劲的，里面还有土豆、花生、萝卜块。我真的老爱吃糯米的食物了。有这个酸萝卜的地方特别好吃。我是第一个买来的，快要凉了，好辣！没看到什么都想买，就是烤豆腐，就是应该是嫩的那种，铁板豆腐。这个豆腐也蛮香的。这是我在那个第一个门口买的这个豆腐，我看别人推荐说特别好吃，不是这个小萝卜，都有点冷掉了，我就喜欢这种发面的小萝卜，这都特别实在。咱浙江的小笼包和肉包都不是一整颗肉圆的，稍许还是能吃的肉粒一块一块的，然后肥瘦都有。肉质浸透面皮，是这个排队的火烧，绝了！包满料的烤苕皮可太好吃了。糯叽叽的还有劲呢，里面的那个酸萝卜和贵阳糯米饭好像差不多。5块钱的糖油宝宝好吃，这牙黑了。这一份都不带够的，然后豆皮，我买烤香肠本来是炸开的，凉了可能。我选择甜辣味的。淀粉肠咋可以这么好吃？这夜市买一份吃一份，肯定每样都热乎乎的。外面撒的酱，两层面粉，圆乎乎的，蛮好吃的。再吃块豆腐，10块钱好吃点就好了。干完，
期再见，拜拜。就从这里进去，就全是吃的，留了一口糯米饭和四个小笼包，是我没吃的，我就带走了。真的很胖，拍这一段。